所以呢，你看现在就是说，两党现在都有共识，要把中国看成是威胁。嗯，那既然这个是共识的话，这方面就没有办法做区别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左那个左边右边都认同了嘛，所以大家比什么？比谁对中国更强硬？嗯，所以大家就比狠了啊。所以呢，那个两边互相加码。